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来到中式台球世界精英挑战赛总决赛的赛场。来自纽约的天才球员威廉姆即将对战来自铁岭的周大发。威廉姆被誉为史上最有天赋的选手，曾经斩获过各类国际大奖赛的冠军，对于我们国内选手来说简直就是中式台球的泥石流啊。那么周大发会打破他的神话吗？我们可以看到周大发十分的紧张，甚至不敢直视自己的对手。让我们一起为他加油吧，周大发！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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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可以看到周大发好像是有什么动作。我没看错吧？他递给威廉姆一个蛋，一个蛋，笨鸡蛋。What？ 这是在挑衅威廉姆，只能拿零蛋。Are you kidding me？ 玩儿不得。你以为你搁这儿躲着我就找不着你了吗？你这闷骚专注的眼神，你这普通而自信的气质，哎呀妈呀，太上头了。哎这球不算啊。啊不算，你自己给你自己打吧。啊行行行行，算算。自己干的事儿，心里没点数吗？干啥事儿啊？啥事儿啊？哎，咋进呢？南方。要不是因为你瞎溜达，能怀上吗？那狗长四条腿，我能拦住它吗？赢了啊！哎，亮亮亮亮，没完事呢。我就一个黑八了，那也没打完。你管不住狗，管住我也行啊。回头咱多生几个。胖丫，你别老盯着我行不行？你也撒磨撒磨别的老爷们儿，你不能可一棵树吊死吧？再说我这棵树啊，我也拖不动你。渣男！打吧。让让一下，真是一步都离不开呀！啊，
打个台球还送豆油，咱家多大个买卖呀，经得起你这么照顾？我哪天把那破球桌劈了当柴火烧，你信不？是应该换新的了。哎，你刚才给人胖丫说啥了呀？看把人气得都岔气儿了。没说啥呀，可能是咱家发财把人家泰迪给整怀孕了吧。真是，你看看，那狗都开春了，你想想人家胖丫那啥条件呢？那可是咱村的村花。诺万，你瞅瞅你自个儿，还嫌自个儿长得不够勤快。我叫你看。哎呀，妈，你说咱村40岁以下妇女一共就俩，让我怎么选？我告诉你啊。你俩的婚事我们都商量好了，哎，猪我都买了，回头程序啊啥的你就别管了。哎呀，妈都想好了，争取明年在城里给你买套房。中彩票了？想啥呢，理财你懂不懂啊？你指定不明白。行了，大人事你别掺和。哎，亲家母啊，啊，我这边都准备好了，客人都通知完了，你那边怎么样啊？哎，好，好，好，我这就过来啊。哎，妈，你这事你不跟我商量商量啊？那好，我现在正式的通知你，9月24号咱办喜事儿。那不就明天吗？那你以为这阵子我忙活啥呢？你妈，我这心呐，就像那箭搭在弦上一样，忍无可忍了都。妈，家母，妈，我这就过来了哈。妈，妈，迈一步，成功近在咫尺；退一步，梦想插翅难飞。中十八球世界精英挑战赛选拔赛，报名截止日期9月25日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再不走，真就插翅难飞了。大花，这新郎服做好了，来，咱试试看。大花，哎，臭小子，哪儿去了？大花，大花，妈。当你看着这张纸的时候，我已经离家出走了。作为一个堂堂的东北老爷们儿，如果连恋爱自由都没有的话，那还不如咱家发财。这回我必须彻底掐断你对我的幻想，我要去参加台球精英选拔赛了。如果再不去的话，这辈子就没有这机会。你要收收心，少管事儿，少让我操心。你就等着你儿子啊荣耀归来吧。臭小子，你知道妈眼神不好，还把这字写这么小。城市就是热闹哈。哎呀，我杆呢？向我们祝福威的华哥生日快乐！华哥台球队双翼兴隆，开业后华哥请进赛场，所有人免费打一小时台球。什么玩意啊？有本事全场买单！全场压过威武，张哥买单。张哥说了，可劲儿造，感谢张哥。哎，服务员，全场红茶我包了啊，压不折再给我来20盘。
哥找你谈谈心。咋不接电话呢？哎，看他怎么穿成这样。哎，三海，你干啥呀？老舅，你玩啥呢？他谁？你打电话咋不接呢？打啥电话？我没听着。亲戚啊，那一起吧。干啥呀？这是。这腿儿好看吗？好看。喜欢吗？喜欢。想要？谁不想要啊？那老流氓！大哥，肥仔。你带个三炮过来干什么？他是他老舅，他们俩啊亲戚。老舅，牙哥，牙哥，啥老舅？我就是弟弟。牙哥，那个我那钱吧，你再等我几天，我那信用卡都倒了好几张了。我现在是拆东墙补西墙，我听不懂，我兜里一分钱都没有啊！你再容我几天行不？牙哥，低一点，再低一点。再低，对，再低一点，得高点，低一点，不行，高点，再低一点，再高点，哎，对对，再高点。你在教我做事？我说那点位再高一点，要不然进不去。你也会打球？也谈不上会，从来没输过。那你跟我打一局。鸭哥，我大侄吧，他脑袋单纯，那要不我陪你打行吗？好，你来开球。一、二、三、啊，还打吗？不打了，不打，打不了了。那不行，我来给你打一局。好，有种，输了他遭殃，赢了你不可能赢。哎，哥，小姐姐，看你这么漂亮，你是不会插到我的，是不是？小哥哥，我尽力喽。Sorry 啊！大侄儿，大侄儿，你可得好好打呀！你要是打不进，你可就没有老舅了。不是，你到底会不会打？别浪费老子时间。
是教你们做事啊。这咋还急眼了呢？哎，干什么玩意儿啊？啊！大侄，干啥？我看电影里演的，一般被蒙着头套被带走都不会发生啥好事。你能不能说点好听的？亚哥，这个我和我这大侄十来年没见面了，这关系一点也不好。你那个他做的啥了，跟我一点关系没有啊？就我俩这啥话呢？啥叫一点关系没有呢？你说话这太扎心了。哎，亚哥，开玩笑嘛，放松点。我是想给你们一个机会，那你好好说话呗，蒙我们头套干啥呀？亚哥，我那事儿你再给我还我嘛，行吧？华仔啊，钱的事就扯平了。你想想，蒋总在的地方有你开俱乐部的份吗？你们机会来了，跟我们老板打一局。一点小习惯，打球嘛，手感很重要。蒋总，这就是肉打饭，土是土了点，打球的套路嘛。跟你说了多少次啊？说话小声点儿。是是是。哈哈哈！哎，江总，没关系，不用紧张，娱乐嘛，啊，哈哈，好好发挥，千万不能让我失望啊！江总，我是周大发。他是我老舅，这是我大侄儿。周大发，我不紧张。有意思。张总，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开始。明白啥意思不？啊，蒋总这要试你手艺，一会儿你得赢，听着吗？没事，走吧。你好好打，哎！湿度太高，给我换那根金丝楠木的。一点小习惯，打球嘛，球杆最重要。鸟炸。天的大道九千
不好意思。蒋总，这是俱乐部准备招募的球员资料。不着急，先看看他的表现。大发，你的状态怎么不太稳定啊？你咋回事啊？他一瞅我，我心里就突突。你可真能啊！你瞅球，你瞅他干啥呀？还能有反转吗？他要不在的话，就能。你事儿真多呀，拼了！姐，你出来一下，有点事啊，有点事。姐，我刚才真是憋不住了，快拉裤兜了。那个，不按套路出牌，我喜欢。签了他，查一查他的底细。是。接下来的比赛可以让他去试试。他恐怕不行吧？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真有牌啊！哎，你刚才咋回事啊？看美女咋还不会打球了呢？不是以前也没遇见这种情况啊。在村里有美女看你打过球吗？村里一共就俩妇女。行了，我可不跟你磨叨了。明天我还得报名呢，报啥名？就是那个精英选拔赛。什么？你好，我是蒋总的秘书郝云，这次的精英选拔赛就是我们俱乐部办的。啊，哎呀，给你一个站在世界舞台的机会。签约呀，姐，你真是有双慧眼呐。以后就由我来负责你的训练和比赛安排，合作愉快。多大了？我啊，38。保养保养吧。行。哎，贴近一点，对，很好，腿抬高一点。对了，美女，换个位置再来一张。那美女的技术又进步了。哪里？是贾总的马那个谁？赶紧过来插一下，快点，快点！说你呢，脑瓜正亮那个，你期待呀？过来插，我呀。我给贾总介绍一下我们新签的球手周大发。哦，周大发，做什么呢？不，这是我的事。云姐，大把手的事。我给你介绍一下。这是我们俱乐部的青年球星 Leo。 给我的蒙娜丽莎好好洗个澡。没洗过呀，净给狗洗了。洗什么洗？打球啊，来打球。
盯着我也打不好。大侄儿啊，你这 bug 有点大呀、啊，你是真不能没我。美女，天这么热，要不要擦点防晒乳？这么好，哇，我没好贴心啊。哎呀，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是卸妆乳，我整错了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哎，对不起。哎，还紧张吗？紧张的不紧张，有点害怕。对不起啊，晚上活动取消。好的。你要面对的是一位准度极高的选手，赢了他，你才有资格参加精英挑战赛。啊，这点你放心啊。我有四大核心，拥抱、贴靠、缠绕，最后绝招是迷之微笑。那祝你好运。这个打台球呢？跟打架是一样的，如果无法直接进攻，那咱就搞迂回，所谓拥抱、缠绕、贴靠，那就是不断地破坏对手的节奏，挡住他的路，接着来一波敲山震虎，刺激他。然后继续挡他的路，最后一个挑衅的迷之微笑，以达到彻底击垮对手心理防线的目的。蒋总看人的眼光很毒辣吗？周大发有意思，贴近一点，贴近发哥。哎，对了，腿太高。蒋总，这是接下来的赛事安排。根据我们对周大发多次的数据测试，他属于机动性极强的选手，
总是能够根据对手所擅长的套路破局，以他的能力进入决赛的几率为90%。调查的怎么样了？正如您所说，确实是个土老帽，家里还有个老母亲，经营小超市，无任何背景。够单纯，我喜欢。他就是那个能让大家有胜负欲的故事啊。哼，等周大发拿下亚洲赛区，马上宣传造势。好的，蒋总。虽然周大发很有天赋，但是他不太稳定。不过我会全面提升他作为专业中巴选手的能力。我要的不是90%，我要100%。超时犯规，动作犯规，跳球只可以击打母球的上半部分。手脚抬高，手肘压低，球杆立起来，瞬间出力。周大发，腿放下，不要再让我受你这些小动作。你不会用架杆吗？周大发，周大发。收起你那套失禁的打法，你现在是要参加国际比赛，不是在你家门口打球。你这样的打法第一局就会被淘汰的。你这么自信的话试试吧，把黑包打进去。周大发，你怎么回事？那个憋时间长了想上厕所。那你去呀。没事，再憋会儿，憋着有灵感。周大发，你你消消气，我陪他练啊，歇会儿。我没骗你，你生啥气啊？憋着确实有灵感。行了啊！你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怎么解决你这个 bug？ 我已经替你咨询过了，你这属于间歇性紧张麻痹症。让我们倒回去看一下。临床表现就是针对某件事或者某个人，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，心跳会加速，血压会升高。所以美女家长打球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。我决定，应该给你制定一个降压方案。你这方案先等一等啊，我憋不住了，我也去一趟。等会儿，起来。你现在得谨慎了，有病咱得治病，放心吧，我们一起帮你战胜病魔。作为一名专业的台球选手，在台桌上你需要掌握一流的控球技术。Thank you.
沙滩，以及深邃无边的海洋。行走在沙滩上，脚底感受着细细的、温暖的沙粒。臂力、腰力、稳如磐石的大腿内侧肌，这都是决定成败的细节。还有2公里啊，快点，快点！抖，那就是缺少力量。来，练劈叉，往前。你的每一寸力量都要有最准确、最高效的发挥，手腕、手指、触杆力道，高手之间的对决，比的就是这些细微的操控力。谁的内心更强大？谁才是球桌上真正的主宰者？要扛住顶级比赛的压力，必须有超持久的耐力，不骄不躁，不卑不亢，既稳又狠，一杆就准。啊，你这训练太有成果了，你是不紧张了吧？完全不紧张了。承让了。结账吧。搞个大把你没事不给他塞回去啊，那是可能是关键的超市你的价钱啊。说好的两天没搞，说好的司长你的卡什么时候办呀？啊，明天肯定要办了啊。快点，啥时候给？坐下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拿下亚洲赛区的冠军，你一定要赢。阿元，你就这么希望我赢吗？当然了，这是我们的共同目标。我们？想不到我在你心里这么重要。阿元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努力拿下这个冠军。到时候，喂，蒋总您好，您放心，周大爸已经准备好了。培养了你这么多年，花了我多少钱啊？说不打就不打了，没有人敢跟我提条件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回到中式台球世界精英挑战赛的小组赛场。本次比赛将划分亚洲和欧美两个赛区。你紧张什么玩意儿？外跑赢了观众团，带着队伍13局7胜，最后将有两个赛区的第一名来争夺世界球王的称号。哎，你不说好几万人吗？可能是在线上有好几万人吧。亚斯拉克，阿纳达瓦塞尔达斯，爱西德勒，亚斯拉克，谢谢大家，吃好喝好啊！人家不是你粉丝，打完了就是了，好好打啊。那这是谁呀、啊？没听说过、啊。长得挺逗啊，演小品来了。
本次比赛可谓是风云际会，集齐了国内顶尖俱乐部的各路高手以及多国的球手。让我们回到现场。好，现在我们看到第一组选手已经出场。蝉联日本三届台球大赛冠军，有着指尖舞者之称的吉野英世即将对战猛虎出山。咔咔就是炫你的周大发。现在解说啥水平啊？这个周大发之前是没有任何的赛事记录，那么他究竟是猛虎还是老猫？哎，大姨，拭目以待。我哥哥是你干啥工作呢？他还能干啥呀？打台球呗。不过这回啊，从室外挪到室内了。我可跟你说啊，别跟他小，不务正业的，一天到晚。他都打比赛了，还不务正业呢？你瞅瞅，打比赛了啊！哟，瞅瞅，哎呀妈呀！这跟谁呀？这是那个老外。好球！吉野的准度实在是太高了。他顺利地拿下了第一局，简直就是不给对手一丝一毫可以发挥的空间。这个周大发绝对没戏。我就知道这个周大发他绝对不简单，果然是匹黑马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拿下了小日子过得不错的吉野。哎呀妈呀，赢了，大发赢了，大姨。好，那么现在进行的是小组赛的第二轮，周大发即将面对国内顶尖俱乐部的高手 Cindy， 勾拉弹跳小浪赛扎盖画虎扫棒的，这可是无人不知的干法女王。Cindy 不愧是老将啊，目标球都稳稳的进袋。Cindy 拿下了第一局 ，Cindy 继续开球，带劲儿。周大发终于碰到球杆了，哎，周大发什么表情？淡定中还带有一丢丢不屑，那就让我们来看看他的发挥。最后一个目标球，哎哎哎，周大发居然没有继续进攻，非常嘚瑟的一招防守。那让我们来看看 Cindy 将如何反击。漂亮！看来翻带球也是 Cindy 的拿手绝活。好球！不愧是我的女神。果然 ，Cindy 轻松的反转，再次拿下一局。看来周大发还没有从刚才的胜利中清醒过来。同样的套路，现在已经不香了。面对势如破竹的 Cindy， 周大发还能找到新的策略吗？哎呀呀呀呀呀！周大发踢死了一颗不够，现在开始踢第二颗。周大发这个布局着实有点损。看来这个角度对于 Cindy 来说也是有很大的难度。周大发看来已经摸索到了干法女王的技巧。Cindy 没有犹豫的时间，他会成功吗？ Cindy 挑战失败了。可以看到周大发脸上浮现了一丝丝小确幸，他赌对了。
真是棋逢对手的一场对决。Cindy 也逐渐适应了周大发的走位，两个人现在是你追我赶，谁也不服，就看谁能够一口气稳到最后。好，那么现在两边的赛场都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。太精彩了， Cindy 稳稳地打进了黑八，那么非常遗憾，周大发也将止步于此。什么情况？周大发好像是对这个结果有什么疑义。哦，刚刚周大发是示意裁判 Cindy 有犯规的行为。哦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回放。还真是有碰到。Cindy 刺杀，周大发赢了。裁判都没有关注到周大发的眼神是何等的犀利。哎，轻点！哎呀，第二赛场，菲律宾选手罗恩拿下比赛，二人将争夺最后的亚洲黑马。现在场上二人打的是难舍难分。说这么多年，我没有见过如此进步神速的选手。周大发在不断的变换自己的节奏。周大发的母球被挡住了，他能够反败为胜吗？动作犯规，跳球只可以击打母球的上半部分。手脚抬高，手肘压低，球杆立起来，瞬间出力。行了，周大发赢了，赢了！哎呀妈呀！蒙古中单扎卡就是血儿里的周大发赢了，新的亚洲黑马诞生了，让我们继续期待最终的球王争霸赛。你做得很好啊，阿云。没想到周大发开局几乎没有支持率，但是他突然成了常胜将军，大家对他的夺冠充满了期待。没想到他还真是个很有观众缘的选手啊。蒋总，这些事你不会以为我真的要培养周大发吧？有比赛才有赌局，我们的赔率越高，赌徒们就越疯狂，一定要让他们觉得周大发就是一个奇迹呀。妈，过两天我回去看你啊。你说走就走，连声招呼也不打，头也不回，还好意思给我打电话呢？妈，你那边叮了咣啷的咋这么吵呢？搬东西呢，等我气儿消了和你说啊，我挂了。哎，这老太太，
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干哈呢？快快快快快快！凡是值钱的都把包来来一把。当土匪啊你们！当初要不是你说投资那个理财 APP， 我们能快点血本无归吗？哎呀，大发都去打比赛了，应该有点劲，赶紧搬啊！哎，走！我告诉你们啊，都听清楚了。要告我儿子，我跟你们没完。那你说咋地？当初你咋说的？赔钱算你的，这是你很大责任，你知道吗？当初你咋冲动的？就赖你。我们都赔光了，你这没认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走走走走！哎呀哎呀哎呀！我的妈呀！都翻倒了！大发，来来来，坐。这个50万是你的，江总，这我这，后面就是总决赛了。江总，我一定努力拿到这个冠军。啊，坐坐坐，我不是让你拿冠军，而是让你输。江总。您开玩笑吧，我可不想输啊。你好好想想，别那么快的拒绝我。而且我知道你现在急需用钱。你的母亲叫吴丽华吧？嗯。这是她的病历。她好像没有把她得病的消息告诉你吧？我还听说他好像被一个理财的 APP 骗了十几万，不过不用担心，没有什么事情是用钱解决不了的。啊，人要是想成事儿，就不能太犹豫了。你说我是不是有点虎啊？我妈有病，我都没看出来。我就是个废物，一事无成的废物。赶着一路走走停停，阿云，你跟我说一句话，赢。是我俩共同的目标，对吧？你知道这句话对我有多重要吗？想不通的道理，你是不是从头到尾都知道蒋总的计划？让我赢是你们安排的吧？至始至终就是为了在决赛上让我输，对吧？这一切都是假的。你真这么想？你难道就不相信自己是靠实力赢的比赛吗？实力。阿云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打台球？我都快40多岁了，只有打台球的时候，只有打台球的时候，我才能掌握自己。现在最要紧的不是你能不能掌握自己，这个社会从来都不像你想的那么单纯，没有人可以真正的掌握自己。掌握不了啊。你去哪儿？回家。
你咋来了呢？你说你回家，你也不跟我说一声。大侄啊，老舅永远陪在你身边。表姐的事儿我听说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行行行行行行，干哈呢？你表姐还没走呢。我侄子没走呢。蒋总嘛，那手腕太硬，咱也掰不过他。那打假球也没啥磕碜的，他让你咋打你就咋打，先输后赢再输，一波三折，跌宕起伏的，那指定是滴水不漏，真情流露啊。到时候咱也压一笔，那三套房就出来了。你表姐啥事都不带有的，我后边事我都计划好了。你那什么，你别计划了，你可以下车了啊。你看你不听人说话呢，你到时候你想想。来，台长，台长，来，扫地啊，扫地。台长，你啊，我肝儿，肝疼啊，我心疼。你干啥呀？这是啊？你干嘛呢？你把我肝整啥了你呀？耍流氓呢这是？这人怎么这样？我的肝儿！妈，哎，立正，向后转，向后转。哎呀，我儿子没手，哎，儿子，哎呀，华子你也来了，走走走，进屋进屋。大妈，大妈，快点快点，你是不是要接你妈走啊？我们都是相信了你妈才投的理财 APP 的呀！你们咋这样呢？咱们不是说好了别当我儿子面说吗？哎，父老乡亲们，你们听我说啊，你们是受害者，我妈也是受害者。我生在老虎沟，长在老虎沟，老虎沟就是我的家，我也跑不了，我也走不了。我向大伙承诺，只要我这人在，我一定帮你们把损失找回来，行不？是啊，你现吵乡亲们，我可是听说周大芳拿了50万的奖金，他这么说就是不要给我们。乡亲们，快点！快点！快点！蒋总，我带句话，你去比赛，两万元你赔得起。兄弟，住手！你再这样子，我就报警了。等会儿等啥呢？等警察来呢？这是回去，回去了，回去了，回去了。这事儿没完。没事吧？你咋还阴魂不散了呢？说啥呢？哎呀，来且了，走走走，屋里去。哎，饭都好了，来闺女，来。哎呀，这事儿啊，都怪妈。爸，哎呀，别动！哎呀，不擦能好吗？哎呀，亲家，我儿子长大了，出息了。再不长大呀，他都老了。看你说的，会说话吧？哎呀，妈，我受伤了，你老看人家干啥？别说话。闺女啊。今儿这事儿全仗着你了，不好意思啊，阿姨问一下，你叫啥呀？多大了？家哪的呀？找对象没？那个你爸妈干哈的呀？对未来你有啥打算呢？妈，你问那么多能记住吗？别说，我叫郝云，35了，在这边十几年了。也算得上是本地人吧，单身。我爸妈过世的早，未来我希望好好做一些不违心的事儿。嗯，好运，好运呐！啊，闺女，你知不知道女大三抱金砖，这男大三呐就有靠山了。
好运，大发，呀，大吉大利呀！看我表演还是演的挺好啊。闺女，赶紧的，别客气。妈妈妈妈，这家伙，真是的，忘拿刀呢。你看，你这孩子不懂事。吃点肉，精神。江总，没有必要做到这一步吧？一条狗有什么好同情的？万一以后乱叫呢？一定要让他消失在太究界。哎呀，瞧这孩子一点都不讲究。赶紧的。这是解约合同，赶快签了吧。啥意思啊？以你现在的状态，你是赢不了威廉姆的。蒋总就是要让你输得彻彻底底，他是在利用你打假球，做庄。你如果不去的话，他最多就是赔钱换人；你要是去了，就是自投罗网，他会让你永远消失在台球界。他能把黑的说成白的？能。那你回去咋跟蒋总交代呀？你是不是有危险呢？你就不要替我担心了。哎，那我要是赢了呢？想多了吧，你要是能赢，江总估计得破产。这世界除了钱，他也没什么在乎的了。我等这比赛等得太久了。这世界哪有那么多奇迹啊？你啊，你想站回去啊？你想对象呢？你跟我说。哎呦，你看我打不着你是不是？我打不着你是不是？哎呀！半夜还收拾呢，小云走了，走了。你坐一会儿。还跟我演呢，知道了就知道呗，反正早晚也得知道。妈，你知道我知道了，还敢那硬装不知道我知道了？行，别跟我在这说绕口令了。行了，别哭了啊。妈，出这么大事你还瞒着我，你儿子就这么不中用吗？妈不是怕你承受不住吗？妈错了。妈，我不怪你，我就是怪我自己。妈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有事儿的。哎呀，明天咱们就去医院。那小云呢，都跟我说了，妈啥都知道了。小云说呀，她要给妈找最好的医生。你就放心去打比赛啊，妈相信你。妈也不想看见你低头。你妈我这辈子没给谁低过头。我的儿子也不能。嗯。行了，你瞅瞅，
这衣服啊，也没试过，也不知道合身不合身。我妈做的肯定合适。嗯呐。云姐，蒋总的事儿，您得给个交代吧，别让兄弟们为难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来到中式台球世界精英挑战赛总决赛的赛场。来自纽约的天才球员威廉姆即将对战来自铁岭的周大发。威廉姆被誉为史上最有天赋的选手，曾经斩获过各类国际大奖赛的冠军，对于我们国内选手来说，简直就是中式台球的泥石流啊。那么周大发会打破他的神话吗？快看，我们期待的草根选手出场了。看来周大发今天这是有喜事儿啊，那他能够双喜临门吗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本局比赛21局11胜，到底鹿死谁手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为了梦想，为了阿云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。不好意思，您的球杆不符合赛事标准，请您换一根球杆。我好，比赛开始，第一局，威廉姆开球。非常好看的炸球，三号球稳稳入袋，不愧是球王，开局很稳。球王稳的一，稳得很呐、啊。威廉姆也是一气呵成，顺利地拿下了第一局。不愧是球王，走位清晰，发挥稳定，随便一说便是奇迹。第二局比赛马上开始，由周大发率先开球。周大发上来就是狠狠的一击炸球，但是大力没有奇迹，周大发没有进球。周大发似乎不在状态，这不仅仅是一场技术的较量，更是心理上的对决。威廉姆又拿下一局，毫无悬念。刚刚第三局，周大发便已是黔驴技穷了。哎，裁判，这。看到周大发示意裁判要暂停，那么我们稍事休息，看看周大发是否能够峰回路转。咋还失联了呢？我还以为你出事了呢。蒋总的事儿，您得给个交代吧。没想到你还真练过，那你咋才来呢？今天限号，先不说这些了。现在比赛才刚刚开始，你还有机会。威廉姆是一个非常全面的选手，他的稳定性非常强。面对这样的选手，你要做的就是进攻、清台，珍惜你每一次站起来的机会，知道吗？嗯，记住了。
为了咱们的梦想啊。好，我们看到赵大发走回了赛场，威廉姆似乎等得有些不耐烦了。那休息过后，我们即将开始第四局的比赛。裁判示意，依然由周大发开球。哎呀呀呀！虽然有进球，但这个局势不太妙。暂停过后，幸运女神还是没有眷顾周大发，全球局面真是好，可惜大发打不到。漂亮！耶，这球真是打进了！赵大发好像找回了信心，不知道接下来他能够反败为胜吗？15号进袋，可以看到赵大发现在表情十分严肃。好球！赵大发似乎是在犹豫是否继续进攻，在赛场上任何一个小的偏差都是万劫不复，赵大发必须抓住这次反击的机会。现在他还剩下两个目标球，这个走位必须把握住。他瞄准了9号球，球进了，赵大发拿捏住了，现在只剩下14号球，球又进了。赵大发现在是一路推进，他已经瞄准了最后的黑八，推杆进球啊！赵大发终于拿下了局。这局对赵大发来说可谓至关重要，赵大发终于开始进攻了。这场比赛真正的对决也许现在才刚刚开始，现在是你方唱罢我登场，拿到球权就必须清台。球王到现在还没有任何的小失误，赵大发也是不敢有一丝松懈。现在场上比分5-7，可以感觉到两位选手都是绷紧了神经，周大发也是满头大汗。现在场上局面十分焦灼，周大发紧紧咬住球王，他果然没有让大家失望。10-10了，全场观众都在为周大发加油。他会成为新的球王吗？加油！周大发开球，加油！现在全色球局面极好，堪称宝宝球啊！周大发行云流水，已经有一只手碰到奖杯了，只要稳住，冠军就是他的。你指定行。周大发怎么还在犹豫啊？这是闭着眼睛都能进的球啊！好的机会竟然丢了，周大发真是太让人失望了。作为新晋选手，周大发还是缺乏了一些比赛的经验。
太可惜了，明明他离成功就那么近，就差那么一点，就差那么一点点。周大发已经坐不住了，与胜利只差一球，太可惜了。威廉姆能够抓住这次反转的机会吗？救了，威廉姆下了一招险棋啊！不成功变成人，他试图彻底憋死周大发。我解说了这么多场比赛，从未见过如此的困局，这个球可以说是无解呀！我们可以看到，这颗母球已经是死死地落进了威廉姆的包围圈。周大发还在试图寻找角度，但是这种球怎么可能还有角度？看来周大发这次是没什么机会了。他不停地喝水，到底是因为过于紧张呢，还是在拖延时间？完了 ，BBQ 了。周大发回到了比赛区域。绕过半周走向对手，微微低头向对手表示了致意。周大发转身向裁判也表示了敬意，看来他是真的放弃了。不对，他这是尿急在憋尿。哎，云姐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大侄说他憋尿就有灵感。哎，他不是憋尿的，他是憋大招呢。周大发似乎要在对面寻找一个反弹的角度。天哪，难道母球直接撞向对岸的中袋边角，稍有偏差就是自杀？谢谢，发哥，描述一下您此时此刻的心情。我的心情特别激动，也很着急。厕所在哪？在。阿云，我表现的还行不？这个荣誉是咱俩的。爸爸，你错到了。这谁呀？真会找时候。亨德利。啊 ？Are you Joe 大发？哎，是我。I heard you just won the championship. That's really something. I dare you to have a game with me. 斯诺克我也不会呀。打中吧。
那你完了。